Hello，今天我要说的视频是关于送小孩去 dentist。几个金额我们要去哪里？看 dentist。怎么看 dentist 呢？那只牙齿掉了，你会怕吗？不懂。你怕不怕看 dentist？ 不懂。你平时有没有努力刷牙？有吗？那杰哥很怕，又很紧张。OK， 我们 Let's go in 了。其实小孩子是最好是每半年要做 dentist check up。你看，杰克洗了牙齿是不是？有没有痛？没有痛吗？是不是你会怕吗？不会啊，你喜欢那 clinic 吗？因为有的玩 game 是吗？因为有 toy。有 toys 啊，哦，是因为当你洗完牙了过后，然后他还鼓励你，就说一个小玩具给你。然后那个 dentist 给你示范之后，那个东西上你的口水的时候，你会怕吗？很隔离，很隔离罢了哈。然后你喜欢，你还会再去吗？你会怕吗？不会 ，OK。因为那个 dentist 也很 detail， 就解释说，这是吸口水的，然后他就会给他放在他的手示范一下，然后也会给他 try 一下，因为他有洗牙。就给他 try 一下那个牙膏的味道，那个牙膏是什么味道 ？Strawberry and papaya。OK， 看一下你牙齿现在白白是不是？嗯 ，OK， 所以每半年就要去做一个 dentist check up。Next time 你会怕吗？你没有去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很怕？妈妈有没有拔牙？没有拔牙啦 ，check 到了。每次讲你的肝很痛。是不是？刚拔了没有牙齿。是不是？你就很怕 doctor 拔你牙齿？没有，其实 doctor 要 check 一下，看你的牙齿和你牙龈有没有健康，有没有刷干净牙齿。OK， 所以这个 YouTube 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Jack 怎样去补牙，还有他没有很害怕，很勇敢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感觉？会有痛吗？现在你要仔细想，我很白了嘞。下次要努力刷牙 ，OK？ 刷干净点 ，OK？ 茉莉很 sad 啦，还是很 tired。Pac-Man。你要去玩 game 好了，你去吧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Please subscribe my video. Bye bye.